肉，还有一张脸。就看那里头那些燃面什么的，我觉得那里都有戏。这是燃面。燃面的燃是哪个燃啊？燃烧的燃。这不是火烧云吗？火烧云的脸。脸跟脸有什么关系呢？没啥关系。脸面呢？面吗？怎么拿的呀？没钱，你有钱没？没钱吗？两口子捡破照片是什么？一头乌发面红耳赤是什么？你们什么都不知道。两口子捡破照片，嗯，是吧？夫妻肺片，有没有？夫妻肺片太普遍了。两口子嘛，夫妻嘛，夫妻破照片肺片嘛。嗨，这是绝对是，绝对是，绝对是，绝对是。白哥真的是白哥，白哥就是白哥，诸葛亮啊。我们诸葛亮就是诸葛亮，这样肯定是了，哥，你吃点，你也该吃点了。恭喜你答对了。这位是你们的助力队员。很形象，我觉得。还挺生动的。为什么六哥画耳朵都画那么大？六哥画的。这太简单了。但是你画的好像不是这么回事。这是我改了，哥还行。我改了，哥还行。太简单了，就没有难一点的题目吗？就没有难一点的题目吗？没了没了，结束了。歇后语吗？老鼠怕猫。这一个国产动画片，嗯、对。嗯。猫哭耗子假慈悲，猫哭耗子假慈悲。不是，它是蓝皮鼠跟大脸猫。啊，这题也不太好画呢。哦，我尽力啊，各位兄弟啊。有点意思，有吧？有，尽力了。这个也是重点啊。嗯，都是重点，没有多余的东西。这有句话叫 get 不到重点，画了个光啥呀？好，下一个，黑鸡是什么？如果你懂的话，你还可以帮他润色润色。对。这个啥？这是只乌鸡。乌鸡，就这黑色的这个是啥？你要能猜出来，你基本你就能回答上来。然后人在水里走。浪里白条。枯藤老树昏鸦，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好，恭喜你答对了。厉害。我推断一下啊，现在被他性侵而行走了。你好，这鱼在哪儿买？挺新鲜的。
那么贵，买啥呀？自己下河摸的。现在我能确定不是青主的回天，不是青主。那回天和戴尔逊在这个故事里面，他们两个不熟。哥，我不念了行不行？学费太贵了，省下来钱咱回趟家吧。不行，只有好好学习，将来才有出路。熊子琴也是青主。你和他都是兄弟。对啊，谁拍的你？我拍的魏大勋。哦，你自爆。当下觉得恼羞，因为我就恼羞成怒。没错。认识这么久了，居然还给你搞这套。对，头上有火。这手控制不住我，然后我自己走了。大家好。你是我们队的。你好。哎，等一下，你们认识吗？为什么认识？什么关系呢？你们认识吗？你之前合作过。你等一下，你先拉个钩，你说你不会骗我，你保证拉钩上100遍不许变，谁骗人谁长不到1.83米，行吗？不是。盖章。你信我吗？我相信你。我们往前面，这边会打。还找镜头这个人？这必须得找。镜头在那边。小白，你快一点！啊！方向有歪哥，方向不对。我这个坏了。那个会漏水，那个盒子里面。不是，但是这个承受力还挺大的，我能感受。这一风把我们吹回来了。掉头！我们去哪儿？别让他们发现，这车可以。哎呀，这车可以。这个确实只剩下一分三十五。赶紧使劲往前推吧。哎，这可以这样吗？推吧，他们的车来，快！你看他们下来了。哎呀，我说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没有下来，我现在。他们耍赖。我的脚是个茧。我觉得这个人太可恨了。现在给星星的主人颁奖，我们的星星。呸！我不颁。去！跳舞了。battle 中学生广播体操，五度青春，现在开始。1、2、3、4、5、6、7、8。2、2、3、4、5、6、7、8。
我永远在谢后面。哪里无情哪里无耻哪里无情。你哪里不无情哪里不无情哪里不无理取闹。我就算再怎么无情再怎么无耻再怎么无情再怎么无耻再怎么无理取闹也不会比你更无情更无耻更无理取闹。好，恭喜您回答正确。你这咋的了？这不行了啊。这我跟你说，今天的追击战我就只能这么跑。这是啥呀？看不清那个。雪白银婷，雪白银婷。进去之前先放静电哦，按三秒，响了以后再走。把咱俩电放一下。那咱俩离远点。咱俩离远点，要不然总产生火花。是我传给你的感应，你接收到了吗？你给我一边去。好了，我赢了。第一次作为队长带领我们的战队获得了胜利，咱们三个的努力，这是啊，真的是特别不容易，特别不容易，三个真的能真不容易，这是。我还在保你，你不能对啊，这么快就那什么。守护白敬亭，我守护的也是你，那咱俩就彼此守护，走到最后。一天可能攻击的是我，关键现在完了，我有点演的不太像，他现在已经知道我。因为你太明显了，你。我为什么这么直接呢？总是我就不能活得高深一点吗？藏的人看不透一点。大哥，你不会不要把背太高了是不是？你让我下来点，大步的往前走，没关系。你这走你了，哎呀，差点碰着，对，走。走，你们省点力行吗？走，多少豆？一个。一个啊！要了他赢了就不用，赢了就不用。里边凉快，我就往里边去，这边里边凉了。里边凉快吗？里边凉快吗？凉快。如果你赢了我一个啊，如果我赢了你三个，不可能，太多了。刚才我一天六个豆走的，你念的对呀？不可能啊！我们先拿十个豆把胡一天换回来。不要，啊，胡一天肯定好。为什么呢？胡一天都值六个豆呢，对不对？我那个微博给我取关一下魏大勋，给我取关一下魏大勋。不要，选他。也不能互换。你别跟我客气，跟我客气啥？跟我俩客气啥呀、啊？过年当给孩子的不行吗？我没有孩子，不是给你的，给孩子的，一片心意，一点心意啊！给我拿回来，给孩子吗？给我拿，我找找我孩子呗。啊？给我拿回来，找我孩子呗。开玩笑呢？谁给你开玩笑？大过年综艺效果，效果哪有效果？哪有效果？现在弹幕上写的都是没有效果。哇，这一天弹幕。我去别的点验证啊，但是我怕他们觉得信息不共享，以后觉得我是星主怎么办？会吗？你怎么这么多话？今天我天哪，你不是星主都奇了怪了！我跟你说，你再说我就把你的所有逻辑都给你推出来，不投你都不行。推，真是我这还给你支个呢，什么南山南，还说不？不说了。我觉得先是一天。可是这么早就让一天出局吗？我有点于心不忍。我也是。可是你还是拍了他。我是为了保护你大哥。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就一天。这儿呢，咱这儿呢。你还说吗？不说了，不说了。啥人？谁叫我？这儿楼上乐哥。哎，你跳下来，我原谅你。哎，你么么哒。哎，跳下来没事的，你看。都是小白，跟我没关系。真的，我回头跟你好好讲这故事。哎呀，对不起。哎呀，一天，这都是你。
都是你惹的祸，都是你的，这些你下手吧，我不玩了。这个有些难。哎，给我，给你什么呀？要到了，到了，干啥呀？不，你摆那个小圆球，这边摆三个，这边摆八个。3月8日。四、三、二、一，你们传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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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吧。你家还有两个就行了。传吧。你们在弄汤圆吗？对。1、2、3、4、5、6、7，移过来点，移过来点，快跑，他会好数点。好，可以了，来吧。可以了吗？这个太难猜了吧？给你看5秒，来，倒计时，5、4、3、2、1，开始。5、4、3。元宵节我们这边是小的圆，然后劳动节呢就很多人。1、2、3、4，停！我不知道这个节日，一个一个看形状嘛，从形状开始看嘛。不要听他，我说你看形状嘛，看起来长得像什么节啊？像汤圆嘛。3月。汤圆节嘛。1、2、3、4、5、6、7、8，3月8号。38。然后嘞？妇女。狗不理包子，狗不理包子，狗不理包子。真的？哎呦！能加吗？不用加吗？不用加。不许！对，大一点点的。哎，可以，好像。这很像。好像。这很像。麻薯上衣，麻薯上衣不是蚂蚁上树。这是谁？金主是谁？林志颖。看着我像是新竹，你上次也是像马来西亚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不会相信你。不是我，我现在宣布，林志颖不是本次星星的主人。你看，是谁？来，自己走出来吧。您下面有心，不是您有尊敬的意思，您有尊敬的意思。是你呀、啊！我就说是他吗？我就觉得是他。真的是你吗？真的是你吗？星星的主人就是白敬亭。啊！你要骗我，小白，我真是太相信你了。哎。小白、啊、你现在怎么想？你守护的是守护子琪被乐哥拍到了，那你的任务失败了。对，我现在赢不了了，所以我现在在想到底要帮谁赢。但是乐哥要风暴的是你，乐哥风暴的是我。没骗我吗？没骗你。没骗我那我没办法了，我怎么都赢不了，我守护的乐哥。凌云守护的是你是吗？凌云守护我。现在好像是个圈儿，是吧？哇！
留给你的。为什么不走？他说你风暴的是我。我希望能让乐哥取得最后的胜利。我觉得如果他风暴的是我的话，我也接受。任务